大家好，我是杨。一直保持手臂下垂，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简单的抬一抬手臂，对肩周、颈椎、后背和整个身体健康都有非常多的好处。手上有六条经络连通着全身，分别是心经、肺经、心包经、大肠经、小肠经、三焦经。抬臂翻掌能够延展脊柱，疏通经络。自然站立，手臂从身体两侧抬起，抬到地面平行，手心向下，从后面看是一个一字形。坚持五秒钟以后，让手心向上翻转，保持这个姿势。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，我是易阳，咱们下期见。